你对先生是不是有意思啊？我只是当他好拍档，并无其他的。他是你背后女人。藤人干事这份工作不是人适合做，这份工作还需要我。那我呢？有什么可以帮到你啊？我想找回你阿哥，他叫做施奕谦。我就是你找的施奕谦。他说在妈咪的遗物里面找了张照片。难道杨官真是你爹地？我无父无母生活了二十几年，我现在终于知道爹地是谁了，我连认都不可以认。咁唔生再等多两年咯，师兄终于认翻佢妈咪啊！但系佢哋只系享受咗三日嘅母子情啊！我点解我咁自私？我宁愿死过佢系我自己啊！最唔应该死嘅已经死咗啦，你好好谂下，点还翻俾我？得而复失，先至系最痛苦。有得必有失，要做到双赢局面，就要有胸襟、有爱、有牺牲，幸福摩天轮。快啲去各大 TVB 劇集特許租任影視店租嚟睇啦！